醛脱氢酶 EC2.3 是一组催化醛氧化的酵素，将醛 RC 等于 OH 转化为羧酸 RC 等于 OOH。氧气是由水分子产生的，迄今为止，人类基因组中已鉴定出19个 OM 基因。迄今为止，人类基因组中已鉴定出19个乙醛脱氢酶 EC1.1.3 基因。这些基因参与多种生物过程，例如外源和内源产生的醛的解毒。醛脱氢酶 EC1.2.1.3 是一组催化醛氧化的酵素，将醛 RC 等于 OH 转化为羧酸 RC 等于 OOH。氧气是由水分子产生的。迄今为止，人类基因组中已鉴定出19个 OM 基因。醛脱氢酶 EC1.2.1.3 是一组催化醛氧化的酵素，将醛 RC 等于 OH 转化为羧酸 RC 等于 OOH。氧气是由水分子产生的。迄今为止，人类基因组中已鉴定出19个 OM 基因。